的这个是一个模具，我等下用它来做吃的东西。先把这个南瓜放在这里蒸一下，蒸熟。这个南瓜已经蒸熟了，先把它拿出来放凉。放一点糯米粉，再放一点这个面粉。放面粉的话，做出来会比较脆一点。可以加一点白糖，甜一点。我现在就用我做这个道具用来做南瓜饼。新型的南瓜饼就做好了。